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喺 Final Show 之前最后一集嘅澳门封面女郎 Web TV。喺我哋嘅 Final Show 之前，所有参赛者好努力咁进行一连串嘅彩排，务求喺 Final Show 能够有超水准嘅表现。除了一连串的彩排，参赛者亦都进行了一连串的训练，包括舞蹈训练、化妆和 set 头的技巧、电台中途文访问、天桥的训练，以及由 Global Vision 安排的自我表达的训练。大家记住在9月14号星期五晚上8点钟去到婆仔屋参加和支持我们澳门封面女郎2012的 Final Show 啦。在今集完结之前，我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其中的一位成员，因为学习的原因她不能够出席我们的 Final Show。 Vanessa 送给你的。9月14号，婆仔屋见啦，拜拜。